对对，就是太惊讶了。我跟财神爷是什么关系？为什么每次都给我放通关？那个很巧，我们刚好在财神庙，刚好我们拿东西去加持，就说师傅，那个乔一他现在在电话上，他想要知道他跟你是什么关系，为什么他只要说什么你都说好，然后你的东西也只给他卖。我脑袋又出现了一个小老鼠的画面，但因为在我心目中你一定是仙女级的，那我就想说，师傅，如果乔一真的是那个老鼠的话，你再给我一个醒杯，然后他又给我醒杯，我说你确定吗？然后就给我三个醒杯，然后我就说，那他都在你身边了，为什么他现在在我旁边？对，还是变成真。然后我那意念，他就告诉我说，好像就是你要再来历练，所以你这辈子应该就是很会找财，就这个本来是我天生就会的。对，就是你，因为你就是你好像与生你就带来的嘛。对对对对。